外面什么情况？我问你呢，我问你呢，我有什么情况啊？你谁呀？我呀。 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手上有人质，在你手里死一个人质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哎哎，兄弟，哎哎，兄弟，我现在有人质啊！救救我！我都要当你面把枪掏了，把枪放下！别打我，别打我！他把枪放下！我让你把枪放下，没让你把枪举起来。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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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啊！怎么了？过去看看。 哦，还真在这儿呢！几个小时前上报的怪人，应该就是他。肯定是了，正常的人和事也轮不到我们处理。好了，应付的有点辛苦。 咋的这是啊？
狗不叫了，这连个狗影都没有，一会儿鬼出来了，走吧。啊！在你的新搭档接任前，你也不能把我放在垃圾桶里呀！哎，建哥，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咱俩都忙活一整天了，是不是也找个地方吃口团圆饭呢？天将降大任于……于死人也。看到没有，啊，群情汹涌啊！上边对此案异常关注，我压力很大呀。你要为我分忧，案情了解了吗？放心吧，局长，3日之内必破此案。真的？看来聂世欢没有撒谎，他确实喝了酒。聂世欢来，聂世欢和黄晴要赴你喝酒，聂世欢走停电。刘妈取蜡烛来电，黄青阳父女二人跳楼。停电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这也没什么呀。恭喜少剑成为第一神探，掌声！你小子差一点就跟他们父女团聚了，仅凭一点声响，就发现自己看到的不是真的。居然能从幻境中出来，运气好而已，下次可就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出来，再不出来我开枪了。楼下有人看着，你们是怎么上来的？站住，别动，再动我开枪了。你以为一把枪就能够制住我吗？哼，说的没错，一把肯定是不够。你不是说俩小毛贼吗？怎么，是一美女呀？啊！你可别惹她，凶着呢，要不然怎么会来戒备森严的你家埋伏她？凶？把枪都放下，她还能把手铐打开呀？放下！花少了呀，保镖能力不行啊。
碍着我了。本来简单的事儿，你来了我就费劲了。哼，你中了那小子的计了，他的鬼心眼子太多。他说的太对了。老头儿，你来的太是时候。臭小子，又来这一套。看什么看？有本事你过来。看你快还是我子弹打老头快？子弹快，子弹快。怂了，怂了，两位就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确定不能伤他吗？没打着。哎呦，玩不动了。那个美女啊，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啊？都不要，让他退后。小，你往后退一步行吗？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是帮忙的，帮忙，我帮忙的。晴天白日，朗朗乾坤。干活。站住！他怎么会醒着？他已经具备了突破瞬间催眠的能力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看魔化的时候，声音、光影、气味都符合的情况下，通过外部细微的声音就把自己唤醒了。他天生有突破的本事。非常机智，弄个假话裹块红布就把我们给骗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他想突破你的催眠。是那么容易能突破的吗？睡吧。原来他早就突破了。老大，还是你来搞定他吧。不行，天书的催眠带有伤害性。要不我下手轻点。 OK。 聊完了吗？这里是巡捕房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开枪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好人。来巡捕房抢东西，你们是好人？把不存在的罪名安在一个女人身上，你们就是好人吗？你怎么知道了那么多？我还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凶手，只有一个可怜的重感情的女人。那黄青阳是你杀的呀？能轻点吗？一会儿还得收拾。这丫头太暴力。看看这幅画。你很幸运能从幻境中突破出来，黄青阳妇女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画框是用死藤做的，这种木头散发出来的气味带有致幻效果，同时画本身也具备视觉暗示的作用。画家精通心理学，原本只是想让这幅画更加吸引人，但是那天夜里窗外烟花制造的闪光恰好照亮了这幅画，使得美好的愿景酿成了悲剧，致使黄青阳、黄思蕊意外坠亡。那聂世欢呢？
聂时欢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，是这幅画杀的人。画不会自己杀人，在那种情况下，停电才会让画杀人。所以，为什么会停电？能不能让我们把活干完，你再破案？不能。你们俩不是？不是。别挡路，滚开！这里是邪恶不赦的实验室，专门非医学用途的人体实验。之前的蜥蜴人就是他的杰作。你，我是来这里执行秘密任务的，发现你也在这里。我，你身体现在怎么样？我救你出去。该接的话先不用说。帮我拿件衣服呗。Come on.
这是个啥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皮鞋印是你，黄清扬和聂世欢的关系导致了你在医院里常年忍受流言蜚语，你终于爆发了。你姐姐一直在临摹那个神奇的画，你了解那个画的秘密，就很好的利用了它，杀害了黄清扬父女。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因为你要诛杀祖父，才导致了我姐姐的死。为了向你报仇，我改变了老师的研究方向，选择了自身的路，我忍受了极大的痛苦，终于成功了。是你害我变成了这个不人不鬼的样子，我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要杀了你，为我姐姐报仇。你姐姐为了保护你，
选择了自杀。你姐姐是你害死的。按照你的逻辑，那她就是你害死的。姚光。救你了，江哥，我跟你拼了！我们。